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杜华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那么这个视频，我们来跟大家分析一下，今天有三支呢客场比较强的这个球队来去比赛的场次，好吧？第一场是南安普顿对利物浦，第二场是伊普斯维奇呢对战这个曼联，然后第三场是皇家马德里呢客场去挑战这个莱加内斯。那么我们的聚焦点在于这一些主场偏弱的球队呢，有没有可能去翻盘，也就是说爆冷的可能性啊？因为更多的人会喜欢去玩一些，就是说会有爆冷的场次的这个一些选择吧。那么第一场的南安普顿对利物浦呢？如果是产生的这个爆冷的机会的话呢，有9.8倍了。也就是说，南安普顿如果能够赢利物浦的话，有9点多倍。那么伊普斯维奇这边有6倍多，然后莱加内斯这边也是有8倍左右的。所以呢，这是爆冷的话呢，就收益比较大的一个场次了，好吧？那么根据各种信息或者说是各种的情况的分析呢，那么我们这边的研究就说，基本上爆冷的机会不大，因为从第一场来讲，我们逐步来分析啊，第一场南安普顿对利物浦呢，根据利物浦的特点以及他现在在英超当中的排名，或者是五大联赛，或者是整个的欧战来讲呢，综合各个因素来看呢，就是说利物浦的稳定性是比较足的，在目前来说，并且现在在英超积28个积分，如果是这一场球也能够拿下来的话，也就是31分了，31分跟曼城呢直接给拉开。这个8分的差距啊，这是比较罕见的。然后，曼城现在的状况又比较糟糕，也就是5连败了。所以，能够在这个阶段去拉开比较大的这个积分差距，对于今年利物浦的这个争冠的路线呢，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作用的。再有一个就是说，一个球队来讲呢，在我自己的看来，因为我自己也是搞体育的啊，所以呢，就是对于一些排兵布阵来讲呢，个人是明白的。所以，就是你起码呢，从一个立体的阵容的配套来讲呢，要有中锋啦、左中右的这个前锋啦，还有中场，还有后卫，对吧？然后还有这个门将。门将跟后卫之间做防守，然后呢，再把球一步步的输送到了中场。那么中场呢，再找到前锋，前锋呢有可能会再有一个是中锋的部分，对吧？那么利物浦的左边路的迪亚斯，右边的萨拉赫，中间努涅斯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更换的人员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范戴克为首的这个防守的人员啊，然后，门将也特别的厉害，所以基本上呢，按照现在来讲呢，利物浦的走势呢是比较厉害，并不是说从名单、从这个纸面实力去分析，而我们要结合这个战术的特点。其实我们以前呢是搞这个篮球的，但我们这边就知道啊，我是打快攻的啊。就跟利物浦打法是有点像，就是说你一旦自己的球队有球权的情况下，就使劲往前面抛，那么抛的过程当中，所有的人就往前面冲啊。现在利物浦打的就是这个，有机会的时候呢，就使劲的奔跑，使劲的奔跑，然后各路的人呢往前面冲，然后在防守人员往前面追的，就是追防的时候呢。产生的人员的漏洞，由带球的这一个人去做输送，对吧？这是利物浦的一个防守反击，就是比较激烈的防守反击，可以说是。所以，按照这个情况下呢，南安普顿会不会是招架不住的？我们的看点是这样子。再有一个就是说，
昨天出现的这个莱斯特城对切尔西的比赛呢，最终是1-2的比分结束啊。这个1-2产生在于94分半钟啊，94分50多秒的时候呢，54秒的时候呢，是由这个莱斯特城的球员点球命中，结果了1-2的比赛。那么，切尔西赢了。那么，如果是玩球的人员的话呢，会变成一个就是说，赢球输盘的状态。赢球输盘的意思就是球队赢球了，玩家输钱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有这个可能啊，这样说的话是有这样的可能的，起码这一个场次它有这样的，可能性。再有一个会不会出现双方进球呢？因为毕竟客场强而主场弱的球队的场次呢，是容易出现双方进球的。理论依据就是客场容易赢，而主场有时候能够获得一些像是莱斯特城呐、类似这样的一些照顾的点球啊，也不是说照顾他容易获得一些莫名其妙的进球，好吧？综合来讲呢。比分的预测是0-2、1-2跟1-3。有一个推荐的地方，就是如果大家在玩投资的话，可以选择客场的利物浦角球减3.5的方向。好，第二场的伊普斯维奇对曼联这一个场次，我跟大家讲啊，这也是比较特别，而且在足坛来讲比较重要的这个。场次这一个是滕哈格的时代化句号之后，范尼走了，那么启程了这个阿莫林为首的曼联新主帅的道路了。那么这一场球呢，曼联是一定要拿下的。如果是拿不下的话呢，对于这个阿莫林的执教啊，会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。首场球。如果可以拿下呢，会更加的舒服。那么有一个消息就是说，拉斯福德在跟主帅去争取一些上场的机会，或者说是表态吧。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，因为毕竟拉斯福德的，这1年多以来给人的形象有一点颓废啊。那么，这看他们自己的表现了。我觉得按照我们的猜测来讲呢，就可能是。霍伊伦打中锋，然后呢，拉斯福德左边锋，然后 B 费，再有一个就是说右边的这个阿尼玛，阿尼玛就是一个小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卡萨米罗打中场，再有一个就是马丁内斯的后防呢，有可能会上，因为虽然说是马丁内斯传出了在国家队的比赛的时候呢是受伤了，但是。我觉得在这一场球很有可能他会争取，如果身体可以的话会上场。然后马奎尔呢，我认为有可能会上场，好吧？那么奥纳纳为门将呢，这是比较基本确定的事情。其实奥纳纳呢，最终有可能也要清洗掉的啊，这个不一定，好吧？好，这一场球的话呢，比分的预测是0-2跟1-2了，好吧？啊，第三场是莱加内斯对皇家马德里，这一场球也有可以讨论的地方，就是要参考这个，巴塞罗那。巴塞罗那在西甲现在是排名第一，积分34分，而皇家马德里是28分，排名第三名的。如果这一场球皇家马德里赢的话，也就是31分跟巴塞罗那之间的差距呢。就拉得更加近了，可是就是皇家马德里呢，赢面还是蛮大的。本身呢，就是巴塞罗那在昨天晚上的比赛，如果可以拿下的话，会跟第二名、第三名的球队保持一定的这个积分的差距。遗憾呢，就是说最后的84分钟给就是萨尔塔追平了。那么分别出现在84分钟跟86分钟的进球，离谱的是巴塞罗那的崩盘，就是在防守的部分呢，本身巴塞罗那是被罚下去的一个人红牌，然后，
少一个的情况下，并且常规时间就只有5分钟的情况下呢，本身就应该全员防守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哪怕是说萨尔塔偷了一个球，最终也能够守到1-2结束比赛。可是，巴塞罗那呢，就是不紧不慢的，然后把莱万放下去，也保持比较松散的进攻啊，也保持还要去抢分的那种感觉啊。遗憾就是说，没有获得进球，但是后防线被打爆了，后防线的这个回防呢，也非常的奇怪啊，被挤掉了啊，就被挤掉拿到球权就射门就这样子，然后后面的萨塔反而攻得比较好。总的来讲呢，就是巴萨的后面的防守出了非常大的问题，然后会不会是麦分呢？这个很难讲，因为踢得很奇怪，到后面阶段啊。会不会说是卖分的这个可能性？因为巴塞罗那，会卖分的这个球队啊，因为他经常如果是拿第一名的话，他要卖分的啊，所以挺黑的巴塞罗那，好吧？好，这一场球呢，皇家马德里的我们是比较看好，就是能够获胜了，因为这段时间以来的这个皇家马德里的新闻也比较多，关于姆巴佩的这个状态啊，维尼修斯的讨论啊，或者说有人吐槽这个维尼修斯，以及贝林厄姆呢，他究竟值不值得这个价格呢？这些都在讨论的这个范围，毕竟贝林厄姆今年才进了一个球吧，好像。其实，在我个人看来，英格兰本土的球员呐、啊，很多都是溢价球员，或者说是，价格怎么说呢？太高了，像是赖斯啊，贝林厄姆啊，梅努啊，或者说是，福登呐、啊，梅努的话呢，可能还好啊，那福登呐、格拉利什啊，等等的这一些球员呢，我觉得。一旦他们在场面上表现得好呢，媒体或者说是大环境会给他们哄抬这个身价，有一点太高了啊，这是个人的看法。那么总的来讲呢，皇家马德里的球员会想方设法的去证明自己在场面上的作用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一场球的比分预测是0-1跟0-2，还有一个是1-2这样子的。比分好吧，那具体的选择在投资的角度来看，怎么样上车，怎么样去做选项呢？我们会放在会员区跟大家分享基本的结构，基本的这个比赛呢，在视频这边我也讲的比较的清晰了，好吧？大家可以去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，谢谢大家。